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坐出租车，坐出租车。二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三，12点，12点。四，喝水，喝水。五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你的衣服很漂亮，你的衣服很漂亮。七，他们在工作，他们在工作。八，我朋友是老师。我朋友是老师。九，李小姐，请坐。李小姐，请坐。
时。我儿子在大学读书。我儿子在大学读书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这个椅子多少钱？70块。十一，这个椅子多少钱？70块。十二，他会开车吗？会，他开车3年多了。十二，他会开车吗？会，他开车3年多了。十三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买了些东西。十三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买了些东西。十四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太好了，我想吃中国菜。十四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太好了，我想吃中国菜。十五，他们是谁？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学生。十五，他们是谁？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学生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
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。明天是二月二十五日，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几？十六。明天是二月二十五日，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几？十七。我会说汉语，我能写一些汉字。他会什么？十七。我会说汉语，我能写一些汉字。他会什么？十八。下个月我和王老师去北京。他和谁去北京？十八。下个月我和王老师去北京。他和谁去北京？十九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四岁了。女儿几岁了？十九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四岁了。女儿几岁了？二十。昨天下雨了，很冷。昨天天气怎么样？二十。昨天下雨了，很冷。昨天天气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